一起牵手，一起遨游。他们俩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肯定有情况，你俩说清楚。他们都来聚会了，你怎么还没来？我之前的报告还没写完。你喝酒了吗？一点点。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过来接你。韩西洲，我的酒量还没有差到喝一瓶啤酒就醉了的程度吧？我知道，但我很想你嘛。我想立刻见到你，所以你可以给我地址了吗？好吧。你到了，喝了很多吗？没有，就一点点。真的只有一点点？真的就只有一点点。楠楠，嗯，我今天晚上特别想你。我们不是白天才见过吗？谁让你浪费那么多时间？走吧，他们还在等我们。干杯！韩西洲，嗯。这次我回来的急，好多东西都没有带。缺什么？我带你去买。我知道有个地方，什么东西都有。哪？你家。所以，你要带我回家吗？坐稳了。回到我身边，一起牵手，一起遨游。